機長應該坐喺駕駛艙嘅左邊定係右邊呢？機長就是坐在駕駛艙的左邊，而我現在坐的這個位置就是副機師坐的位置。為什麼飛機降落的時候機艙是要熄燈呢？因為希望你的瞳孔是適應外界的光線，萬一飛機需要緊急疏散的時候是不會影響你的視覺。我是陳傑，大部分同事都叫我 William 的。咁我而家喺呢一間航空公司擔任企業發展部總經理。我由細都好鍾意飛機，因為飛機可以將人呢帶上高空嘅，而且最緊要嘅佢可以將人呢由一個 A 點帶去 B 點同屋企人團聚。我覺得飛機代表咗人生嘅夢想。而家大家睇到嘅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我哋一個機艙嚟嘅。咁我哋香港市民每一日所需要用嘅新鮮食材咧，包括海鮮啦、肉類啦、蔬果啦，都係透過呢一架飛機咧，係運翻嚟香港嘅。最重要嘅工作就係點樣去用呢一架飛機？呢架飛機每日要用幾多個鐘頭？由香港飛去邊一個地方，都係由我呢度去負責嘅。我要確保呢架飛機係使用得最好，係幫公司創造出最大最大嘅效益。同樣落到社區，我會為居民爭取最大的權益。作為一名荃灣人，我非常了解這區居民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難，荃灣路的汽車噪音問題，這裡的海水臭味問題，我們日久失修的行人路何時才可以重新鋪設環保地磚，街市的衛生條件和設施何時才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提升，這些問題都是我所努力為各位居民爭取改善的地方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会同各位居民一起改善我们的社区配套，为我们的社区持续增值而努力。